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彭城王回来了，陆远被抓了，接下来，太妃，接下来会不会牵扯到殿下呀？陆远自己犯下大错，和靖陵王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太妃，您毕竟和陆远有交涉，万一太妃要是出事了，靖陵王在朝堂上如何立足啊？我对康儿有恩，陆远的一面之词，康儿未必回心。是是是，只要彭城王找不到证据。太妃，您和陆远的信。责罚，还不赶紧的把衣服拿去洗了。沈乐清，沈乐清，我这就去抓他。谁见过沈乐清？没有，姑姑，我们一整天都未见到青儿，还以为府里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他一早便逃命去了。搜，是。姑姑，什么都没找到，继续给我搜。搜仔细点。是。人都不在，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？小姐，雪球，小姐，哥哥呢？我哥哥怎么没回来？小姐，彭城王和靖陵王联手设计了重祸，
他已经被抓进去了，小姐没有时间了，很快便会有人来找访，快快走。闲事，干你的活去，要不然我还打你，有本事再打一次。彭城王与王妃向来仁德，一向宽待下人，你却敢在王府滥用私刑，从今日起立刻给我滚出去。李妃带走。是是。李妃饶命啊，李妃饶命啊，李妃。小心，你快放我下来。真真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们两个不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在做梦。两个傻丫头，你们当然不是在做梦了。我回来了，我来接你们了，接你们回家。你们受苦了，我们不苦。姐姐，姐姐，小姐，好想你啊，姐姐。我特别想你。我也想你们。姐姐，你罚我当爹，我知道，是因为我托盘没拿稳，我每天。每天都在后悔，当时为什么没有做好，所以我每天不眠不休，我都在练。我托给你看，你看，五个碗，再加五个碗，我都能端好，一个手都可以。姐姐当时也是有难言之隐，怕牵累你们。姐姐，那以后就算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也可以冲我们指个眼色嘛。小姐什么都不怕，生死都要跟姐姐在一起。就是，姐姐以后可不能就这么抛下我们了。绝不抛下你们了。就算有什么的话，我也会提前给你们使个眼色，好不好？好。